台南，台湾最早发展的国际都市，除了各种历史人文景点，还有摄影师超爱的盐田等自然景观，绝对是台湾旅游地区的模范生。这集让慕容带你去看台湾本岛极西点跟台版撒哈拉沙漠，再去看当年辉煌的热兰遮城是怎么成为如今的安平古堡吧。嗨，大家早安，欢迎来到慕容的世界 Roundy Planet。 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去台南的娃子角盐田，那一路就开在这个乡村道路上，其实风景还不错，感觉 Ashley 今天心情比较好。没吃饱。我们已经到这附近了，有岩洞什么的，那就继续出发吧。我们终于来到这个井子角、井仔角、瓦盘盐田啦。开放时间夏季9:30到6:00，冬季9:00到5:30。直接请教一下，井仔角、瓦盘盐田台语怎么讲？听盘盐田，听啊，也是盐田都可以，盐田拢会使。盐田，瓦盘怎么讲？听盘，听盘，井仔卡，听盘盐田。这一栋是什么？蓝白的这种颜色，感觉蛮有感觉的。不过它其实是化妆室、厕所。好，这个地方有盐田体验区，可以看到这边的盐堆大部分都已经被盖起来，因为今天早上下雨下暴雨，但是这边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豆花、豆浆，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盐卤豆花吗？盐卤豆花是用我们盐卤水做成的，那盐卤水就是我们高浓度的海水晒盐的原料。那外面的豆花吃到的都是用石膏石灰粉做的，口感会比较硬一点。那我们的盐卤豆花吃起来口感会滑嫩些，滑嫩一点。对，那它会凝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盐卤水里面的矿物质跟我们豆浆的蛋白质做加热后做凝固。盐花双麒麟，好，50块，吃吃看。刚刚老板有说，拍照漂亮的话可以选这个梅子口味，梅子盐啊。对，它是盐哦，它是盐，它不是粉，梅子口味的盐。好，老板谢谢哦，谢谢。快融化了。口感怎么样？咸咸甜甜。有点咸咸，然后甜甜的感觉。那其他？就像双麒麟一样的口感，梅子盐双麒麟，飞鱼软香肠。我们现在买的这个就是虱目鱼加飞鱼软的。对对对，飞鱼软加虱目鱼的，好吃呢。真的有吃到鱼软，脆脆的感觉。对，脆脆，咬下去口感不错。虱目鱼鱼软香肠。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几只白鹭鸶，就在高速公路旁边，对吗？就这样飞过去。想当白鹭鸶。我们要去台湾极西点的路上，看到蛮多人在这附近钓鱼的，那我就感觉像台南的这种生态很悠闲，虽然我还完全没有到那种退休的状态，但在这边应该是真的很悠闲。这条很窄哦。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台湾版撒哈拉沙漠。有没有看到这个沙？然后前面有绿洲。好了，其实这个地方是台湾本岛的极西点，
那这个地方前面往前看，这里有国盛灯塔、国盛港灯塔。好，那这个集息点前面就是海了嘛。回去之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方的心得，就是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有沙洲，有海，有灯塔，很适合大家一起来拍，带家人或者是你是网美有没有，来这边应该能拍出很多奇迹美照。好，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还是有看到沿岸有一些冲击上来的垃圾垃圾，那大家要走之前其实可以把一些，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一些垃圾带走，感觉也就是保护环境还不错。好，那我们就回去啦。其实这个地方不太好停车，而且来的路上有没有路可以看一下，路比较窄，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开车来的话可能要注意这个，这边停车不太好停，然后如果你是骑机车来摩托车来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在的这个七股，台南七股，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哦，就是来看黑面琵鹭，因为黑面琵鹭是候鸟嘛，每年的大概冬季这个时候就大概是11、12、1、2月几率最高，就能够在这个曾文溪口七股这边看到黑面琵鹭了。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安平老街。那这个地方人真的很多，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如果你是在暑假期间的六日这种假日来，人真的很多，尤其我们刚刚光找停车位就找超久超久。好，其实今天算下雨天，其实这样的人潮算是人少，算是人少了是吧？哦，好好好，来看一下安平老街有卖泰国冰棒，还有卖很多东西。我刚刚还看到有的卖新疆羊肉串，你可以试试看那个奇鱼黑轮啊，里面就包蛋黄。哦，奇鱼黑轮，来买个奇鱼黑轮，10块，谢谢。真的可以自己加，可以加酱。这边通常都加什么酱？都加胡椒粉。胡椒粉，你可以加一点酱油啦。好，那我来，我来加一点，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加一点酱油，刷下去，然后再撒一下胡椒。好，谢谢。就是这个奇鱼黑轮，我来现场试试看。好吃哎，而且里面有包蛋。包蛋，这个不错哎，一只10块而已哦，现做一只10块。现在已经买了安平古堡的门票啦，台南市民免费，其他全票一张50块。好，安平古堡，好，走喽。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安平古堡里面了，那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是有读过台湾历史的话，你一定知道。台湾以前就是有被荷兰人占领了，那荷兰人占领这边就建立了热兰遮城，那这热兰遮城之后荷兰人被郑成功赶走了，那郑成功把这个地方接手，就把这里改名叫做安平。那等到清朝时候，这个地方因为被破坏日渐荒废，一直到日治时期，安平这边，安平古堡这边重建，那是要等到台湾光复之后，这个地方才正式改名叫做安平古堡了。然后这边有一座瞭望台，我们进来看看吧。上来了。现在下好大的雨啊，给大家看一下雨中的安平古堡。
在安平古堡这边有个热兰遮城博物馆，不过很可惜这边禁止闪光灯照相，那我就不录啦，各位朋友自己来安平古堡看看吧。今天就先录到这边，喜欢慕容的影片请订阅按赞慕容的世界 Round the Planet，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想看幕后花絮的朋友记得追踪我的 IG， 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